闭上眼睛就会浮在心头，我把爱人的叮咛藏在深情大哥，这三个月押金我租金啦，你算看卖。多谢吼，这吼是你好运啊，才当租到我的厝啦。你都唔知咧，每一个倒过这个厝口吼，拢大翻咧。哈，拢大翻啦。对啊，唔管你做啥物生意哦，拢发甲正起来啦，才搬去外口住大楼啦。啊，每一个人哦，咱感谢我，感谢甲讲袂出来呢。多谢，多谢啦。哎。我跟你讲哦，啊，你若租个搬袂租吼，迄租金押金是袂用个提哦。啊，我知啦，啊，都发甲拢正起来啊。嗯，啊，租金有提无提，哪啊紧啦，当作你食行啦。多谢。哎、欸，啊，有闲会去我兜入店嘞。不夸张不坏。哎，咱搬新厝，唔是爱先拜地主。先食饭再讲啊。哎，那你食物件时阵，莫摇啦。我也无摇啊啦。你无摇？哎呀，这物件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代志？你莫紧讲啊！喂喂，你是歹大号，我安尼钱是袂当提哦。哎，明仔载过来当主啊！歹势吼，你是厝头家是？哎，是啊。啊，你的厝爱做偌济钱啊？万五。哈？70平才租15000哦？是啊。你是有讲唔对无？无啦。哎，厝头家，15000，我租。啊，你要租？哎，歹势吼，小姐，你无看到是我伫咧问吼，在那旁边去啊。啊，厝头家，15000我租了。啊，你要不要租？哎，我16000。16000？哎。你是哪里跑出来的机车搞怪哈？你的病是不是？好啊，17000。17000。18000。18000够了。18000。好啦，恁两个哦，卖个小钱啊啦。我看规矩安尼啦，恁两个合作吼，啊不但省钱，还当互相照顾啊。哈？我跟伊合作？哈？你拄则无听到伊讲我什么机车？我看哈，伊这型的哈。唔叫行公共汽车，哎呀，跟他，我还不如去睡公共厕所呢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恁两个莫搁我咧相搭啊啦。啊，恁若合作吼，会当吼互相照顾，啊，一人嘛才分担7500呢。哼，遗憾。哎，啊，但恁到底是要租啊，唔租啦？啊？
好啦。好。不知道你们那边有几间房间，我也在替我女朋友找住的地方。拄好三间。三间哦。哦，啊，恁三人合租吼，一个人拄出5000啦。哈？哎，一个人出5000哦，这样咧算个折俗的呢。好啦。你来啊！你来徛落遮。哦，啊，就等你来收钱啊。哦。三块押金甲三块租金。我已经拢准备好啊。那，好哩。啊，多谢多谢。你干嘛不在里面等站着？哎，我，哦，遐外口较凉，外口较凉啊。哦，我大裤我嘛惊热呢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另外看另一个走吼。已经先入去啊。你先来了，啊，那怎么可以啊？好房间都给他选走了。我是讲过了哦，万一你若做大牌租，那押金甲租金是袂歹提哦。这人讲话嘛真奇怪嘞，鬼会用挠长头毛？我是人，敢袂用挠长头毛？看清楚哦，鬼的头毛吼，要哪像我这样时髦，我这有染发呢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要住一间。不行，嗯，我嘛爱住一间。你嘛要住一间？你别间拢也未看，为什么你要跟我抢一间？因为哈，我看你的面我就知影，你一定是景上好的呀，我嘛要住一间啊。我跟你讲哈，先来先赢啦，我才不爱插你嘞。哼，我最爱吼，我就是爱啦。跟你讲哦，我是好心哦，你最好哦是莫住一间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你看，我鸡母皮通通都站起来了呢。鸡母皮站起来？嘿呀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我鸡母皮站起来的时候，就表示有，会出来吓人呢。哎，想袂到你生到这么古锥，头脑这么那干巧。哦，你为着我好住一间房间，你什么话拢讲会出来呢？不管你是鸡母皮站起来，还是讲你的鸡屁股站起来，拢赶快！我要带一斤，就是要带一斤。下。嗯？我用科学的方法 ，V 八把它拍起来，拍一点鬼的画面送给阿爸看。给我拍一下哦！赶快走！赶快走！赶快走！
你不是要去上？来，我你去吗？我不是在拍你好吗？我是因为我的鸡母皮站起来了，所以我才要拍灵异现象。我不是要拍你。你是哈、哦、人唔去要去鬼啊？嗯，我跟你讲哦，是咱两个住斗阵，我才要你去无？较早人要请我去拍写真啊，是介绍讲无好势，我才无去的，你知无？好，走开，你莫后悔哦。哼。哎，你。被你三八搞得我心情都没有了，拍什么拍？喂，你个子！甜的，但是小心一点，不要再回来，不要回头，也不要跟我说再见。几百次了，我不敢叫你，我怕叫了你以后又会醒过来，我好怕。不要难过了，遇上这种天灾人祸，谁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再慢慢想办法赚钱还给人家了，啊！我看还不起也没机会还了。我们公司呢，目前负债5700万，债权人有11位，其中有6位，也不管我们公司有没有困难，已经告到法院，说我们诈欺。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阿富怎么可能诈欺他们呢？应该说，你怎么可能诈欺他们？老板娘，公司负责人登记是你的名字哎，如果官司打输了，要坐牢的是你哦。这件事情不要牵扯到阿紫，他从头到尾不了解我们做生意的事情，我会这样把关自守的。这样也是可以啊，只不过你去坐牢之后，那谁赚钱还债啊？老板娘一个女人家又什么都不懂，有办法重振旗鼓、东山再起吗？如果两人之一要去坐牢，您跟我去，你留下来赚钱，再风风光光去接我。反正坐牢也没什么了不起。阿紫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只要是对你好。都会去做。我建议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，去办离婚。也只有离婚，
那些债权人才会追着老板满街跑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老板娘，你做老婆的，如果要扛就全部扛起来。离婚吧，离婚吧，离婚吧。就是那个大象走过去的画面呢、啊。那这个嘞，你们看这个像什么东西走过去、啊？只是一团雾气嘛。好像是那种东西、欸。嗯，对啦。一听你们两个人的答案啊，就知道谁的程度高，谁有脑袋。我，铁头。你怎么会想要搬到这种地方来住啊？没办法啊，报社一时之间又没有位置安排我这个美国回来的高材生，那我就没有收入，没收入就只好找一个便宜点的房子跟大家一起分租咯。这么大的房子才住15000，一定有它的问题存在，你不怕晚上那种东西过来找你一起偶尔困啊？当然会怕啊，可是我又好奇啊，想要找出那个东西的真面目啊，要是被我找出来的话，我就写个灵异特稿，让我们那个报社老板刮目相看。嗯，快点闪人吧，免得被抓到另外一个世界当小妹。铁头哥说的没错，一个不干净的地方磁场很乱，住在里面的人呢，他的健康跟运势都会受影响。你们就只会一直劝我搬，你们怎么不会想想看，要不要一起帮我挖挖看有没有鬼啊？说不定真的有一个大冤魂、大案子，你这个大神探就可以大展拳脚啊！人的案子都查不完了，还查鬼的？你替我审审吧。阿泽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只能暂时让你跟别人分住。我跟着你又不是没有过过苦日子，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哎，你们好，她是何碧姿，是我女朋友，请你们多指教，多照顾她。哦，你好，我叫曾美丽，他们都叫我一两二了。这两位是我朋友。哦，我叫王丽美，请多多指教。哈啊，哎，我哪衰啊？我叫丽丽，啊，你叫美丽啊，差一点就同名，是讲哦，一个人的名内面若要藏美丽两字哈。要好这个名，以前家己的面嘛小看一下。我懒得理你。阿姿啊，你的房间啊在里面靠右边那一间。谢谢你啊。我明明是你老婆，你为什么要骗人家说我是你女朋友？我敢保证那个男的是有妇之夫，而那个阿姿。应该是个正在被骗的可怜女人。我警告你啊，有状况不准扣我。太有本领，3分钟扣我20通，烦都被他烦死。等一下，我上洗手间。嗯。气鬼！上气鬼！
不敢告诉你，我工作那家保全公司大夜班的薪水比较多，所以我一直都在上大夜班。而最近我看守那家银行根本就不让我请假，所以晚上我也不能陪你。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啊？没关系，那等你白天回来，我会煮一大堆好吃的菜，让你补充一下营养。白天啊，嗯，白天我要到我朋友那边去打工。哎，那你总不可能都不睡觉吧？我都趁中午休息时候，我可以眯好几个钟头呢。看到你这么努力工作赚钱，我实在好心疼，也担心你会把身体搞坏。以前是当总经理，管上百个员工，现在是银行的保全人员，实在太委屈我的老公了。不过你有能力，心地又善良，老天爷一定会帮助你成功的。怎么了？我看到一个女鬼，她好像对那两个新来的房客很感兴趣。这红菜偷偷在外口换衫，敢若一个可怜，偷食去北桥胭脂，还是房主？哦，厉害呀！法官要开庭喽！来来来来来，来这边哈！我现在是法警，你已经失去自由了啊，归我管。对不对？我没有心情跟你玩。你看看法官的样子，像是在跟你玩吗？啊？一个白天，一个晚上，你去哪里啊？我跟客户去谈生意嘛。哦，你的客户我都认识啊，哪一位啊？以前当兵的朋友了。你说话，你说话，你说话！做你的职员做了三年，当你老婆当了三年，你有没有说话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？那女人是谁？你说，我打到山上去。你不要发神经好不好？我这去谈生意嘛。好啊，那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，我来问他。你。为什么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呢？我一个做总经理的，在外面生意都不要谈，你叫我以后在外面怎么做人嘛？你搞清楚，哎，这总经理的位置是我让给你才有的。哎，好啦，看你平常很乖的份上，这一次我就放过你，希望你自己要检点一下，不准耍花样，不准碰其他女人，要不然看我怎么对你。我的好姐夫啊，我实在没想要用外口做兄弟就来对待你，但你也知道我的个性有较欢，有一句话你最好自己记，在这个世间，我只有一个儿子而已，
免有任何人来欺负你。啊，若无，毋是干那伤感情尔，会出人命。嗯？在写什么？我这计划怎么赚钱啊？哇塞，写这么多啊！你是想赚多少？还只是计划而已啦。哦，你们是什么工作的？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意见，让我参考一下？哎，我啦，我自由业。啊，我是服务业。恁家看吼，我的情差吼，恁就知讲吼，我钱赚袂少。我啊，我平常吼在帮报社写一些稿啊，可是最近刚好报社老板都在裁员，不小心裁到我了，所以我暂时在休息。啊，我服务的啊，拢是大头家啦，给因一挂五郎哦，甲小客，有时阵哦，啊，佮做因的心理医师呢，听因倾吐一挂吼有诶无诶。哇，那你很专业，博士班还是硕士班？嗯，那伫我的行业吼，算起来是应该是博士啦。啊，不过最近哦，阮的酒店的头家哦，拢爱一挂辣妹来做我本来咧做的工作，所以，我即摆嘛是暂时咧休困啊。我休息的才久呢，我已经在监狱里休息四年了。啊，夭寿哦！你们不要误会，以为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是因为我老公做生意失败。欠了人家很多钱，我因为是人头董事长，所以才会替他去坐牢。哎呦，你这么痴情哦！哎呦，你好笨哦！我跟你讲啦，像你这款小姐吼，阮店的足多啦，迄钱是小姐伫咧赚，啊开是大波人咧开啦。迄有时阵哦，大波人哦，佫家开支票，小姐吼，互掠去关啦。等咧小姐关出来的时阵哦。迄大波人走就跟着阿人走啊！阿父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大波人哦，我是看透透啊！你还知呢？迄大波人哦，身躯边个藏一个足水的妹妹哦，你讲伊会下袂下？尤其哦，你可能内面拢关四年，哼，伊早就挡袂掉啊！嘿，你很奇怪，干嘛老是要泼人家冷水啊？那也要看哦，对方人家女生是谁啦。如果是你哦，男朋友跑了都应该啦。歹势，那像我这么水，我男朋友去红关哦，三天就逃狱啊。嗯，是哦，安怎？不服气呀？嗯，阿富是个有情有义、又肯负责任的好男人。这几年我在监狱里想了很多事情，我只得到一个结论。就是人要懂得珍惜，珍惜手边的幸福。所以啊，我从现在开始要努力当阿夫的好太太，帮助他创业赚钱，一定要像这个样子。你们看，这是阿夫送我的猫，这个呢就是快乐的阿夫，这个是快乐的我，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生的小孩。你看看他们快乐的样子，以后我们一家三口也要像他们一样，幸福又美满。哇！哎！哎呦，感动就感动，别坐在我的边啊啦，皮肤安尼冰冰，有够硬叫。谁靠近你啦？靓姐，你也要进？啊，你拄则不是坐在我的边啊喘气？拜托，我站在离你这么远，谁坐在你旁边啊？你见鬼了！
你是要休息？不会啦，气氛都慢慢的，走啦走啦。搬家，不过即嘛无钱啊，迄厝头家也无可能。迄个厝头家吼，一定是知影这间厝咧闹鬼，唔才做咱只小。嗯，我不想搬。我在监狱里啊，有听说那种东西不一定会对人有恶意的，只要我们不要去惹到他就好啦。我不敢上厕所。我要搬家闭关啦！以后吼，唔能够我看你坐在罗拉索，有听下无？你这样子请假陪我，老板会不高兴的。哎，管他的，老婆比老板重要。嗯，就今天一天，明天我也要开始找工作了。现在啊，是赚钱最重要，有了钱，我们家才有明天啊。是你，你说谁是你丈夫？阿父，你告诉他谁是我丈夫啊？阿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倩在发什么神经啊？三年前，我已经跟小倩结婚了。看一下身份证，配偶栏上面写的是董天富，我们确定董天富是他的先生，而不是你的。身份证还你。
请问你要不要和解？给我100万、1000万，我都不要和解。这么可恶的女人，这个方法最适合她，把她关起来。走吧，麻烦你跟我们回局里。是你以前的老婆，又是为了你才去坐牢的，她做错什么事啊？还有你啊，这么爱关人，你干嘛不去做警察？对啊，伊是你以前的头家娘嘞，伊来你养几啊年侪年，出来找人当求客者，这嘛是正常的代志啊。哇，你去养几四年啊，我看你会吓无？嘿啊，拢是达波人咧骗人。警察先生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若要关哦，都要把这达波抓去关，抓去啊。你这没有新的家伙就这样走了，你王八蛋，狗男女，你难道你啊？你放狗啊！你第一个每个真顺真好听哦，吼。后盖来个叫我听到吼，就给恁嘴齿拢刮开，有听无？小健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吗？小健，再走的阿志以前是你的老板娘啊，她被关三年，好不容易放出来，现在要送她去看守所，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？不要这么残忍嘛！谁叫她想抢我老公啊？我也是她老公啊，她……你再说，你敢再说你是她老公？阿志她有什么错吗？她为我受苦，为我坐牢，我在外面做生意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都是她替我扛这个责任的。阿志到底做错什么？他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吗？他是没有错啦，错在他的命比较苦，会克夫。为什么他嫁给你的时候，你的财库是漏的？嗯，啊，是安那阮阿姊嫁阿你的时阵，你就订单满满，大发财。啊，你讲我阁足轻松的哦，我陪这个无良心的人拍拼，我辛苦嘞。有的时阵吼，还阁甲酒家女同款。还陪客户饮酒啊，还有客户想要吃我豆腐呢，哼！别个查某会当替伊牺牲啦，我都无啦，即马搁甲别人斗阵哦，来欺负我，你讲敢有公平啊？这本来就无公平啊，连我都看袂落去。你们姐弟不要一搭一唱的，我没有帮阿志来欺负你们嘛。哼，那是我欺负他了。好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欺负。喂，王哥啊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哦，阿兹啊，他出狱了，而且啊，我听说他还留不少钱呢。你如果啊要跟他要债的话，要趁早啊，要不然什么都分不到了。我有他的地址。小倩，小倩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小倩，怎么了？你电话给我。你干什么了？你你敢拍阮姊啊？好，好！你个爸，你个爸，我叫你气我妈呀！我只不过打个电话，你就可以毫不留情的打我。没关系，
我明天就会通知所有的债权人去找他，保证追到他连台湾都待不下去。要耍狠，大家来啊！是我欠人家钱，叫他们来找我好了。所有的财产都在我名下，你拿什么去还呢、啊？阿庆，叫伊点点，我无心情解读。你也不要太担心法律的问题啊！我请教过检察官，他说你的状况不至于会被判刑。谢谢你帮我出来，我只是一时茫茫然，不知道下车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。已经折腾一天了，回家休息吧。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。结婚以前，我是个养女，养父母只会利用我，剥削我。一直和阿父结了婚，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根。这种安定的日子，过没两年，我就进了监牢，一蹲就是四年。你们说，我的家究竟在哪里？你也不要太过灰心，也许阿父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等把状况弄清楚了，说不定还有挽回的余地啊。阿志，交浅言深，不过我这个人藏不住话，只要是有感情负责任的男人，在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以后，他只会更加倍的疼惜你，而不是伤害你。你怎么专挑泄气话讲？也不看他的心情怎么样。阿慈还年轻，真正的痛苦和刺激，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新的生命。我知道你是想要我放弃，不过你们不知道我跟阿父的感情，事情一定会有个圆满的解决的。什么吃？唔吃上好啦，大波人，大波人拢唔是人。你若是对敢若是人，伊就会变狗人，脚底阁会浮人，落去死死的。哎、欸，你刚刚突然说好多好多话，都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啦，我是心啦啦，不是啦，我是讲我歹命负心啦。那徐万章，他会不会负我的身啊？我歹啦。你在创啥？啊？这条是阮阿妈教我教的，伊讲歹命上惊就是这款桐油纸伞。叫做文章，这个文章若是为歹命甲堵落去，歹命就会痛。
有人买呀。你即马敢来找歹物啊？你敢唔敢？唔敢。你敢唔敢？爱敢。呀，带我来。阿水玲。我是乖乖，给我出来！啊，若无你，若无你，阿爹，我就甲你。我弟辛苦啊！七年嘛在，查甫人拢不是人，你若当作伊敢那是人，伊就会变狗人，脚底个富人，人伊死死会好啦。今嘛要安怎？搁欠食物件。爸，歹势哦，照顾一下吼。给我弟啦，进来。那到底是安怎？哎呦，这招嘛是阮阿妈教我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即马问你的话，你也坦白讲。啊，若无，我这个肚就是会疼，要试看卖嘛。啊！讲，是你要这样闹？是你来闹我的，我已经待这五年啊。哎呀，你讲嘛是有理。我再问你，谁让你留在这不爱走？我要留在这，更是爱无情无义的查某人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恨男人，说男人无情无义啊？查某人拢不是人。你若甲当作是人，伊就变狗人，脚底改步人，人要去死啦！哎，再来一摆啦！赶快来个讲一摆呢！喂喂，你在想什么回来？喂，你在想啥哈？喂，爸爸，你这么在后边想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安尼后边小小只来厝甲小姨，我叫你赔哦。赔了你歹啦！你甲阮骗，你这间厝闹鬼哦，搁唔敢让阮知，搁出租阮，一边甲阮收三个月押金，搁甲阮收三个月租金，搁袂用退钱的。我甲你讲，这间吼，赌人阮爱听哦。哎不，我你走啊！不走，愈想愈生气，你别走啦你！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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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我出来外口讲谈判十几落届，头一届拄到查某人，又阁是水姑娘啊！安怎？要谈文还是要谈武的？讲啊！哎，你干嘛那么凶巴巴的？人家阿芝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嘛，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，干嘛好像置人家于死地的样子？好啊，谈吧。想要回我的老公，
不是想让父回到我的身边，你不管他出什么条件都可以。什么条件都可以啦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？如果我要2000万、3000万呢？我会想办法去赚来给你，只要你给我时间。如果我要你的命呢？哎，你要谈也要有点诚意吧，专讲一些没营养的话。干嘛不叫阿父自己出来说清楚啊？都是他捅的娄子。好，要阿兹跟他假离婚，然后去坐牢。不但没有心存感激，还跟你真结婚，这算什么？你自己出来说啊！你出来嘛！姐夫啊，外面有两个女人在等你做个决定。如果你不选我姐姐的话，我是不会对你怎么样，只是会找个时间让那个女人永远见不了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想一想。我说得到，做得到。哈尼啊，有人想要拆散我们美满的婚姻，哎，你舍得吗？阿兹。这辈子我们是注定有缘无分，你走，从我这里你得不到任何的依靠，不要再苦自己了，找个男人好好的安定下来。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也请问，里面是不是正在闹鬼？哇塞！对不起，话不该乱说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！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你是算命师啊？不，你是哪里来的大师，对不对？大师不敢当，对这方面小有研究。哦，那你帮我算个命。啊不，我阿爸说命不可以给人家随便乱算，会出问题。嗯，不是啦，我不是说你乱，我是说我自己乱啊。嗯，里面阴物作祟，煞气很重。我敢说，里面住的一定都是女人，并且都不如意。准，太准了！王丽美失业，曾美丽也失业，还有阿紫。你要不要顺便帮我另外那个朋友看一看啊？说不定他吉星高照，有大事前来相救。我跟你说的那个女人有缘，好吧？请天井，来。来嘛，你不要怕啦，他连我们这里闹鬼哦都算得出来，让他帮你看看你跟阿父到底怎么回事啊，哈，又不会少块肉。哎，拍死姚大师，我忘了问你多少钱啊？我不是为这个才进来的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想着你关心的事，随便写一个字。我知道，这个叫测字，对不对？
哇，这一定要道行很高的大师才会的，而且要精通那种中国文字学，连我阿爸都不会，因为他才小学毕业。哎，快快快，快写一个字啊，快点！宝盖压着一个孔，孔悬在田上。想问什么？徽因。糟糕，没希望。这个点代表你，这个口代表他。你们被宝盖分离，他站在田上。田代表房产，应该说，他在一个华丽大厦里面走不出来。口上面一个一字，代表有第三者挡在你们中间。准呢，很准，对不对？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用吗？你看，这个点代表你，你写的时候。没有跟宝盖连在一起，孤零零地飘在空中，摔下来也没人接你一把，会粉身碎骨。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这是魂归离恨天的格局，不小心会出人命的。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了啦，大师啊，你能不能算算看那个女鬼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女鬼，救来救来，大师、啊！今天晚上我没有带法器过来，这个女鬼很厉害，不把你们解决怕出问题。明天晚上我会再来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师父。不需要。我们两个有很深的缘分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啊，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一个选举花这么多钱呢、啊，也不知道替警察多买几辆不会熄火的车。以铁头哥的技术啊，想要发动车子至少要再半个钟头。杨法医，要不要帮你叫计程车回刑事局？不免啦，我来对面做点运动的。这么晚，你搁出来咧做运动哦？无啦，我是出来找阮查囝啦。哦，遐那安尼，你都唔通缀我咧运动啊？赶紧去找恁查囝。哦，对吼、哦，我找阮查囝找四年啊。哎，慢些走。你讲找四年外？哎，阮查囝吼，你看，
做物件啦，够水的呢，你看。哦，哇，找够辛苦嘞。杨法医就是个性开朗，到哪里都交得到朋友。这个查某囡啊，失踪四年，你也再给找看看。杨法医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手上有三个大案子啊。这嘛是大案啊，你不看这个查某囡的老爸吼，找到四人四神啊，真可怜啊。你那很漂亮、啊，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哎。我也是哎，似曾相识。好像是一两个房子的那个东西。不要扯那么远了、啊，哪有这么巧啊？那边女鬼在闹，这边女鬼的爸爸找上杨法医。侯医长，你坐一下、哦，我把车修理好就来问你与女儿的资料。好，铁头，生命才去修理啦，人的代志较重要啊。是是，姓孟，姓孟。哎、欸，姐啊，你这组高尔夫球杆吼，我算了足介意，送我无？摕去啊！所有你爱的物件拢有当摕去，非得我嘛无想要换。只不过甲你讨一样物件尔，够必要讲遮硬气的话？你敢若告别佚佗了？也无想讲我偌痛苦？我敢无够甲你斗三工哟？七年前连要欺负你的人，我拢加台啊呢。是姐夫家己有问题啊，伊的心根本就无伫你家嘛，无你要叫我安怎？去加台哦。啊，无我爱台伊个查某，这段做长筋，筋若甲伊乌啊断，几乎都袂伤空伤胖，就会死迄条心。你袂用阁去杀人啊！你顶间被关起来时阵外苦嘞，你敢袂记嘞？伊慢慢探听看卖啊，恁小弟是啥物款的人？要痟，我比伊阁较痟。袂用的，我袂用阁害你阁予关起来，袂用的。不管吼，我是无可能阁害你去予关起来。阿青啊，你已经24岁了呢，杀人是用枪杀的。相公杀人，就一定会去予抓去关的。杀人有借刀杀人，有谋杀，上界高明。就是你要伊死，伊阁欢欢喜喜甲你说多谢。都亲像三年前你鼓动迄个查某去替姐夫坐驾，结果姐夫足简单就去甲你抢过，这叫做设计。讨厌啦！你是有啥物方法，讲出来听看卖嘛？方法有足侪款的，就等你讲一声。杀！自然就给你设计了好势好势，安怎？等你出声。你就算行到脚断去吼，只有嘛要自动回心转意。杀！
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大师，想袂到你本人这么缘投啦，哎，咱讲真个，像你这么缘投，发力搁高强哦，哎呦，你都眼神哦，世人哦，你看去哦，嘛挂起来，当初哦，妈祖若要过台湾，刚好你的手牵着就过来啊，啊，歹势啦，今仔阮这算细摊哦，啊。麻烦你了哈，谢谢哈。对对对对，大师啊，我们连热茶都准备好了，还有苏喜可以吃。我现在能量已经聚集到最饱和的境界，你们都不要干扰我。这里哪里闹鬼最厉害？厕所。这几天我们都不敢进去，全部都是上野战厕所了。待会里面不管发出任何声音，你们都不准进来。哦。出来，你看到我，应该马上就出现才对啊。迄内面哦，阴风强强滚，伊家一个人敢跪在内面？真正有够厉害啦！你死吧！你想要你？你是不是我逐天来这？逐天给你两刀啊！到底想要安怎？你老弟家有什么路用？你跟我讲啊！你这个戆查某，戆鬼！你若搁变鬼变怪，看我哪夹死你！你们现在可以进去看看，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啊！哇哇！我感觉到这里磁场好好哦！嘿嘿，你看你看，我的金乌瓶都没有站起来嘞。啊，不过嘛是够臭臭。哎、欸，有倒一个变色是香的，你跟我讲。哎呦！大师好棒啊！大师好棒啊！哇，大师你请教，我这高脚不够的。你这么辛苦帮我们办事情，却一毛钱都不肯拿，实在是太感激你了。你知道我在外面随便帮人家看个风水都要好几十万，我是因为你的原因，才会不计较代价过来的哦。谢谢师父。阿芝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前世是夫妻？我不懂这些。我懂，我看得见，你我前世是恩爱的夫妻。不过后来。你跟别的男人跑了，而我受不了刺激，自杀了。有那么惨啊？我前世是那种女人啊。所以你今生会受到很多情关的折磨，你爱的人都会抛弃你，这叫孽报。能够救你脱离苦海的，只有我。有心救你的只有我，你前世的丈夫。那我应该要怎么办？我会每天陪着你，用我的阳气照着你，保护你。我们必须很亲近，越近越好。只要有我在，
你的命会越来越好的。阿芝，阿芝，他是谁啊？你管不着，也没有资格管。阿芝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小静和他弟弟会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。你得赶搬离这里，这里不安全呢、啊。要搬去哪里？我这里有些钱，你先留在身边，我再想其他办法、啊。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钱？对我来讲，只是个陌生人。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钱？你告诉我，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？有人保护，就是安全的地方。像我这种女人，走到哪里都会被欺负。你不用再假惺惺地对我表示什么。反正已经有人会保护我了。你说是那个人？他满脸的邪气啊！对不起，我们还要去散步。阿志，阿志，这不是开玩笑，情况真的很危险，你要赶快离开这里。我们走。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？忘什么？忘了别人拜托你重要的事情啊！别人拜托我重要的事情，我妈妈要我气力都碰回去。你要我跟二组的组长要独家的消息，都做了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房东要我帮他查查看，他的狗是不是被抓到野狗收容中心去了。谢谢你提醒我，要不然房子到期他不租我怎么办？不是啦，是杨法医拜托你找女儿的案子啊。哦，别啊啦，那个爸爸为了找女儿啊，四年了耶，都已经发神经了。你就发挥点同情心，赶快进行吧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他爸爸说他女儿去酒店工作，三个月就没消息失踪了。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在大都市里面，什么状况都可能碰得上。哎。麻烦了，为什么不先去一两二住的地方看看？哎，我的灵感很少出错哦。那边的女鬼啊，跟照片上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哎。那就更麻烦了。铁头警官啊！啊，他你老鬼的代志哦，跟我啥关系啦？啊，我就算要上街这个物件，我这礼拜哦，就偷一万，心情拢无难呢。你明知房子闹鬼还一再的把房子租出去，来一个房客吓跑一个，光是三个月，三个月的押金没收起来就很可观了，对不对？还好啦。要不要我办你啊？抓你到法院告你诈欺啊？不要，千万不要。这个女孩子是不是曾经住过这里？伊生得清水，我会记的。是讲恁阿爸我的厝卡。他是什么时候住进来？又是什么时候走的？伊大礼拜是四五年前的代志啦。当时照我都唔知咧。你一个房客什么时候走的？你会不知道？他是什么时候住进来？又是什么时候走的？
伊大礼拜是四五年前的代志啦，当时走我都唔知咧。你一个房客什么时候走的？你会不知道？哎呀，无等下给他拖押金啊啦！啊，伊当时放钱，我嘛唔知啊，非得我来无过看看伊啊。告诉你事情的严重性，这个女的很可能已经死了，说不定就死在这里。跟我回行政局做笔录。等下啦，提到警官啦，我是不是等下上关物件去收收的啦？因为我内底有藏一寡钱伫个，啊，万一我若无伫个，揣来搞头的别人咯。提到警官，你拄才咧讲个代志是真个假？出看报案呢？您可信其有？纪督官，我了有效率，你干脆进去问个案好了。问案？哦，对啊，大家发书哦。家己一个路，你去收鬼啊！你是警察，你是咧惊啥？紧的啦，你去看麦。啊，你若破案，阮唔才袂惊啊！对对对对对啊！去问个案啦，好好。何丽萍小姐。你在吗？我是铁头警官。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为了找你，已经辛辛苦苦神魂颠倒了四年了。老天好像也安排我出来破案，要还你的清白。你愿意出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出现跟我说声 hello 就走了。嗯，我就知了，哼，无那个 Intel 快速的厉害。嗯，我把爱人的笑容雕成观音的脸庞，只要闭上眼睛。就会浮在心头，我把爱人的叮咛藏在圣洁的海螺中。每当微风吹过，就会想起了雕成观音的脸庞，只要闭上眼睛，就会浮在心头。我把爱。